曾经当着观众的面儿，隐形贴掉地上。超大的台，然后下面是人，下面是人，然后一般台不都这么搭吗？对呀，不是。就是掉了一个在地上，然后因为那天特别的热，它就粘台上了，我就抠半天，它又粘，它又吸在地上了，然后我就你是放了个皮圈子吗？对，有点尴尬嘛，真的顺捡起来完了攥手里呢，哪怕结果一抓，哎，抓不动。对，然后就这个动作就，来白白，哎，说实话，姐跟小白不是一个，他们不是一个这个。他天天打篮球，天天投篮，他那应该可以转快的。小白打篮球？球？小白，你还打篮球？开始了还是？开始了，白白，白白，怎么还打上篮球了呢？可不能打呀，姐小时候也打过篮球啊。哎，咱姐可以啊。哎呀！哎呀！咱。哎呀！白白呀！不是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我这个怎么坏了吗？姐，那个是在这儿的。哎呀，还有仨球没扔呢，你看看，多善良！你看姐多善良。我这半筐都没扔呢，哎呀，我以为刚才跟我说试试。最善良的还是白白。那俩再玩三轮，要不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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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现在就有点不想吃饭了，有点。丽姐交换成功，将公布小白的秘密。咱们先公布谁的？斌哥你也听着点，我们有秘密。斌哥哥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谁的秘密我都不在意。我的饭，我还得做饭，我还听你们秘密。斌哥，你有秘密吗？我啊，我也有秘密。时光，时光悄悄流去，留下小秘密。来吧，我们先公布谁的。你们三个，你们四个认为谁的比较劲爆一点？我觉得都没什么。那先看你的吧。那先看我的吧，刚子哥的。好，白举纲的秘密，三。二一，白举纲曾经在公共场合裤子裂开，哎，哎呀，哎呦我天哪，真的假的？好几年前吧，一个音乐节，本来想特别帅的上场，就嘿，我们跳去，这一跳，哇，完了，吉他一直都是竖着弹的，是吧？事后多长时间付出的？你就等到现在、啊。我躲一躲，避一避、啊。这几年都 PTSD， 再也不演这个，再也不演音乐节了。来吧，下一位揭秘。小白的。好。我这我。呀呀呀呀呀！拿出来了。这个。呀呀呀呀！拿出来了。曾在二手网站砍价被认出。哎呀，这个我知道这个新闻。还好。你知道这个？我吃饭不是跟谁聊天儿、啊、哈，提过这个。你就跟那个，我就是二手网站，二手网站那个店站主。对，我没用过那个软件，然后后来发现那个软件上有很多那时候喜欢球鞋，还有衣服，上面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在某宝上搜不到的款，就那种比较小众的款式。然后后来就建了一个账号，跟很多这个卖家就沟通，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，还能砍砍价，还用专业术语可以小刀一下嘛，什么这那肯定斤斤计较。后来跟一哥们聊聊着聊着，他我说你这东西还说人成色什么什么的，人说小白你不至于吧，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说你是白敬亭吗？我突然尴尬了一下，我说啊这么直接、就是、谁是白敬亭？对，我真的我说谁是，我说不认识谁是白敬亭。他说你那个号关联的微博一打开是白敬亭，以前是会这样自动关联，对他那个自动关联，我说不能吧，我点开一看他关联的微博真的是我自己的大号，后来就赶紧出销，人没说你也是的，你不认识你绑人家微博账号干啥？盗号了，好，大喜。
把他留最后是有多劲爆，我看看。我看看。曾经当着观众的面儿，隐形贴掉地上。哦，你是在舞台是吧？超大的台，然后下面是人，下面是人，然后一般台不都这么搭吗？对呀，不是。就是掉了一个在地上，然后因为那天特别的热，它就粘台上了，我就抠半天，它又粘，它又吸在地上了，然后我就你是放了个皮揣子吗？对，有点尴尬嘛，真正顺捡起来完了攥手里呢，哪怕结果一抓，哎，抓不动。对，然后就这个动作就，你仨这还都不错，还好，都挺有记忆点的。我那事儿完事儿也是，就是吸引了一段时间。我笑累了，脸都有点笑僵了。一般假笑僵的才快呢。善良，丽姐可善良了，谁说点啥事就笑，其实她笑点可高了呢。给面王，给面，完了僵的就快。现在是凌晨3点钟。还没喝，头就有点痛。寂寞的夜，点燃空虚的夜，兵哥在做饭。别人还用不用帮添点火？不用，哥。冰啊，冰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！冰啊，可坏了，可坏了！哎呀，沈老师，快，所有的地基都拍一下，沈老师。哎呀，你燃了。主打一个温暖。哎呀，哎呀，辛苦了，哎呀，还给擦嘴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，这一趴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哎，都学会了吧，弟弟们。一会儿。这整那没用的，一会儿整上厕所了。刚吃完西瓜，又整水过去了。强行喝，完还是他喝的。这，空杯子吧？有，但凡有点水呢，有点水呢，有舒化奶在里面。蒸面要辣点不？行。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？那你就行。什么没听见就行啊，哥？我干咱去。蒸面稍微有点辣，行吗？行，我行，我能吃辣。他们行不行？简单辣。行。少一丢丢，哥。放心，四根。我还有炒菜。啥菜呀，刚子？蒸面。哇。一个大铁锅哈，三个锅同时做，哇，好香啊！哦，直接这样拌面，哦，直接放里，哦，翻新大陆了啊！会做饭、喜欢做饭的人做起来跟玩儿一样，嗯，而且很享受，哦。你仨要准备个小合唱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让哥发挥吗？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都能吃了，正好，行，走了，多少？哎呦，这面可以啊，这肯定好吃。哇，这个也好了，哇，这个汤喝一下子，这个泡饭，兵哥辛苦，兵哥辛苦了，兵哥辛苦。哎，这怎么没用呢？兄弟辛苦了，哎喂，兄弟呀，吃吧，造吧，来，造吧，累了，先吃面，快吃面，等会儿不吃面坨了。哇，哇，哇，斌哥，哎，太绝了，静婷，你整点米饭，不整米饭没灵魂呐。啊，吃面多香，
米饭泡汤啊，哎呀，哥，这个面解决，这是蒸面吗？昨天说的对，这叫蒸面。哇，这个太牛了。这个面不对，面要对的话还要好吃。我喜欢吃这面，一个来，我也很爱吃。想让他们消停啊，就让我做顿饭啊，这一点都不闹了，你。绝了！哎呀，绝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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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说话就吃饭。你加点菜呀、啊，丽丽。我这搁底下呢。蒸面里的，蒸面里的菜加了。看看，看看。嗯。疯了已经。小碗豁不开。嗯。这鸡肉太好吃了。啊。高低回北京得再见你。以前光听传说，兵哥的饭好吃，兵哥做好吃，终于见识了。见识了。哦。再见啊。哎，这回这土豆真烂了。哎，我刚才把碗都扒了冒烟了。没看着，你再扒拉一次，我们看看。手速跟不上了。哎呀，干地下我啊，我今儿吃的比较斯文，才第二碗。哎呀，把那卡式炉拿来，再咕嘟一会儿啊。那汤黏糊的，更好吃。那我等你。哇，你吃急了，没吃米饭呢？吃了一碗，吃了三碗面。我再来一碗。你等会儿，稍微等会儿，等白菜。哦。干太多面条了，那你不等啊？你还是我还能吃啊？那个哥，他的斯文只存在于速度，但是他的战线拉得长，他能吃一宿。上劲儿了啊！快快盛吧！不行，我等不了那粉条了，再来一碗。这还有？这有啊？这没了？这没了？这还有一大盆？那倒不至于，是不至于。小童，你要不用那个盆儿，你这不好办。还真是，对你用那个盆吧，不文雅了。没事儿，你就扣你那里，要不你那样根本没法办。我其实早就这么想。去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那还有一锅上，这还有，这还有，早就想好了是吧？给你们展现一下猪狗神。我这小碗扫腾不开，我都。哥，厉害。哥，你不再来一碗？我不吃饲料。太烦人了！你呀、啊，你那小碗就小，那个碗斯文点，你的吃法跟我是一样的。器皿有多关键？哦，有小铝盆吗？给我弟找一个。小铝盆为什么？趴地上吃。嗯，绝哈！斌哥，你看那孩子都得用盆吃。哎妈呀，怎的了？这有东北话，辽宁话叫戳。不是，明天就上秤了。明天就上秤，就给卖了。按斤腰，来这个。不行了，我已经吃了一碗面、三碗饭，加起一盆了。哎呦，我不能再吃了，那给你吧。他直接递给陈哥，那嫌弃的脸。那个，我们今天公布了三个我们的秘密啊，剩下的五个秘密我们都会在微博上进行网友投票，投票最高的那一位的秘密我们将会公布给大家。好好好，还是得公布。我也说微博上直接公布了。腾哥那个确实得看一下，腾哥那个确实要，如果但凡大家不看会后悔的。走啦，这走走走。九点商店开门了。
哎，我这线索卡呀。来一场小游戏，获胜者饮用线索奶即可获得关键线索。我先饮用啊。小王捡了个中分，变成了什么？小泉，对吧？恭喜小白获得今天的线索。偷偷告诉你，青山绿水，小心落水。跟今天下午的游戏有关。好，知道了，谢谢。哎，有啥新的？有个锦囊，你的电量应该最多，是吗？你昨天不是有200吗？什么时候？那我赶紧花了，别到时候又电量王又给我整一个那个。这起牌应该要等大家都到，我先出200。哎，兵哥来。小白真白，你这给我晃的。精力充沛。没等我吧？哎呀，腾哥难得能跑两下啊。哎，腾哥跑起来了。就等你了，腾哥，我在这旁边都坐的屁股都着火。又见面了，这么巧。哎呀，姐姐，你这套服装去给你爹给你起个名吧。多巴胺。叫马上黑。为什么？因为马上晒黑。你看今儿大喜是西部范儿啊，大喜。花钱买的，差点忘了他。哎呀，今天要骑马呀，去。花钱买的，差点忘了他。这什么东西？内有锦囊，有人开这个吗？没有，这不是写拍卖吗？那送给哥哥了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宣布一下，大家现在所剩的电量，兵哥20。程程120，耶，大喜150，腾哥160，呀，刚子240，哇哦，也行，小童330，丽姐350，妈，我有这么多啊，哎呦，电量富人，小白480，哇哦，来吧，起拍。各位老板们，起拍价是十个电量，请竞拍。30，我先花了。100，这位玩家100，100一次。200，400，你有吗？给他，落锤。落。400，成交了。借我点。不可能，程程，你想什么呢？程程，平时怎么对哥的忘了哈？哎呦，不借，没有钱，那不算。还有没有加的？220一次。300。哎呀，你有300吗，哥？我300多呢。呀，程哥多少？腾哥160，不是我300多吗？那是玛丽姐300多。怎么的，搭档这也分享啊？260。你也炸拍啊？你也属于炸拍。220一次。225。225一次。260。350。哎呦。360。360。腾哥，你有多少？365，借我10块。我100多，100多都给你。哎，370。400。410。哦，410撤。402。403。我给你赞助100。哎呀，那500。成交，好，成交。我看看啊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
用解棒看吗？我花500，我就给我这么一句话。如果你是猎人，在第一轮游戏中尽量不要输。这怎么还给念出来了呢？把电脑王给霍霍了。小白后悔把500拍走的。那么我们前往阎王府解锁锦囊的秘密吧。阎王府，阎王府哥。哎呀妈，笑死我了。放心，东西都买齐了。牛奶呢？牛奶，哥。牛奶就选氨糖健。氨糖健，玉米须、桑叶、升糖慢，更适合中国爸妈体质，省心。来了，血糖高就吃得挑。有氨糖健呢，玉米须、桑叶、升糖慢，随餐喝升糖慢，安心。爸妈怕升糖，就送氨糖健。嗯，又吃饭呢？这味儿挺好，真挺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哎，哎呀，大 PD， 今天是大家来到荔波第3天了。哎，大家也住了几天，也感受了一下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的地方。嗯哼，荔波被称为北回归线的绿宝石，由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。钙华沉积以及枯枝落叶在日积月累之后形成了腐殖质，孕育出了非常罕见的岩溶地貌当中的水上森林。这儿有很多不同的奇观，比如水在石上躺，树在水中长。哦，为了大家能直观感受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，我们有一个挑战。好，大家将成为水上森林的守护者。哦，你们身边也有潜伏的水上森林猎人，要来争夺能量石。每轮挑战，守护者获胜可获得1颗能量石，水上森林猎人必须输掉才能获得能量石。挑战结束后，守护者找出全部猎人，可均分500点电量。OK， 若未全部找出，则猎人阵营均分600点电量。哎，太棒了！那么，小白。你们有希望了，静婷啊，从早晨一直到现在，我对你没有产生任何怀疑，哥。OK， 那我们一会儿在水上森林见。好，拜拜。好的，请大家依次领取你们的身份卡。那我先抽吧，走。哈哈，小童，他这个你不该这么洗。你越这么说，你越有身份。我告诉你，OK。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没有任何人关注我吗？你去哪了，哥？我去看完身份，第一时间那个眼神，那个脸部的那个肌肉抽搐状态，你们都没有任何人关注我吗？就在这傻聊啊，你们。哎，你有身份吗？啊？哎呀，眼睛怎么了？抽搐了刚才。啥呀？没有。刚才他眼睛都紧张的抽搐了。紧张的。几个猎人？我基本上我一打眼，我基本上我都看出来了。嘉宾。我。大喜，大喜今天穿的特别像打猎的。接下来就由腾哥来给大家请出第一道线索。哎呦喂！早早，中午了都还早早。中午好。有人吗？腾哥可以换一种方式，可以再凶一点。过来，这个可以了，上线索。
哦，喜欢这种态度。哦，那哦，哎呦，哎呀，哇！线索现在都上天了，哎呀！来，各位上交头，这么高科技的无人机外卖啊！现在上美团订住着玩的酒店套餐就能体验到了，住酒店加门票加美团无人机美食配送，套餐里面全包含。我听说这是美团酒店才能够订到的高性价比套餐。现在上美团搜出发就可以预订到长白山的酒店住玩套餐，享受同款体验。希望我们今天的推理表现能配得上这无人机的硬核开场。哇塞，这每个不一样吗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有几份一样的，几份不一样的，对应着我们的猎人是几位，我们的守护者。啊，根据菜码啊。哦，这个菜码三个，哦、那些都一样的。三个猎人，五个平民。嗯，应该是。我早就看出来了。哪家呀？那我能告诉你吗？我还得让你们装呢。有我们吗？厉。但这个萝卜是真挺好吃的，腌菜是吧？嗯，嗯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咋的了？哎呀，完了，没后续了，哥。哎呀，就是一个语气词，还有什么后续啊？走吧，玩水喽，出发，出发，兵哥。哎，你这。这都啥呀，大包小包的，这出行用的装备啊，这咋跟松鼠似的逮着空就往里塞呀、啊、呀妈呀，等你用着的时候就得求我了，再说你想装你得有地方装啊，这叫奥迪 Q4 e 创，生活再大也装得下，是挺实用的哈，出发。嗯，哇，挺好看哈，这长得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好啊！哎呀，还真漂亮啊！哎呦，好漂亮啊！欢迎大家来到小七孔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哎，这水真清啊，这水。哎呀，这大蝴蝶。哇，大蝴蝶，蝴蝶蝴蝶落，妈妈在桥洞。这个蝴蝶在这喝水中，还能要有个问题来问大家啊。猜一猜这个水为什么是这样的颜色，它是这种蓝绿色的，因为底下面是这个颜色的，没有树硬的，也不是，这里面的水含钙，对，这边的镁离子含量比较高、哦、而镁离子折射出来就是这个颜色啊，镁离子，所以它也被称为绿宝石。而刚才大家看到这些蝴蝶喜欢略带盐分或者略带矿物质的水啊，明白了。 OK， 那么我们在竞技开始前有一个炸弹问答，本轮四人为一队，两队成员间拿着定时闹钟相互问答，闹钟在手上响起的队伍失败，另一组可以优先选择任务道具。首先请各位分成四对四的阵营，大家隔着坐。那就这么分吧。 OK， 这就是赢得队可以优先选择的第一组道具，每组可以获得三个道具。水壶啊，开水枪，开水枪。这是第二组道具，有一个微型飘飘枪，特别适合娇小的。哎呦，那适合我呀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开始。问我吧。你别一直持着呀。他可以持2分59秒。小白，你是不是猎人？抱那么久。中午吃的啥呀？中午吃一碗粉儿，完了，完了。原来是好吗？嗯，一般。嗯，说出白举纲的三首歌。说出白举纲的三首歌。谁？
白举纲他都不认识，他那还是你是唱歌的？哥，这个题别答了。